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星 Lucky， 我们将继续玩一点 Don't Starve Shipwreck， 这是一款生存类型的游戏。如果宝宝喜欢这款游戏的话，你可以到 GTA 上面去逛逛。今天嘛，这是我们第123天到第124天，我现在孤岛上面的生存日子。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碰这款游戏了，上一次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是一个多月前的时候。在这段期间之内啊，我上网做了一点功课，然后从头到尾把我的 Don't Starve 系列看了一遍。后来我发现我在游戏中常常被理智问题还有饥饿问题搞个一个头两个大。我发现啊，是因为我的基础建设没有建设的很好，像是这些东西啊，他们最好种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对一些道具其实不是很了解，像是这个东西，我已经拥有它一辈子了，可是我不知道它的好。这个东西呢，它就会减少你的饥饿度去补你的血，就是当你的血量有扣的时候，它会做这样的动作，然后消耗它的耐久度。但是当你带上它的时候，它会一直提升你的理智值，每一分钟提升二理智样子，提升很多很多，所以。要是我们的血量没有减少的话，我们只要一直戴着这个项链，这个项链不会坏掉，我们就可以一直提升我们的理智，每一分钟二理智值。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高脚帽，我们之前有做过高脚帽呢，它会提升多少来着的？不对，高脚帽好像是每一分钟提升 3.3， 也就是我们只要戴着高脚帽，再戴着这个项链，每一分钟我们就会提升5理智嘞。这样子我们就把我们的理智问题算是小小的解决一点点了。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食物问题。食物问题真的没有办法，食物问题只能靠我自己了。那我就上网稍微查了一下，有哪些食谱我们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啊，然后哪些东西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做到的啊。后来我整理出了几个我们在 Shipwreck 里面可能可以侮辱，我都忘记还有你们了。哇，水母，谢谢你们人生好。哦，不是你炸到这个家伙吗？过来，哦，有炸到吗？再来一波，有炸到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有吗？哦，他不理我了，跑去吃水母了。不要吃水母，我把他干掉了，还拿到牙齿呢。好，我们先把项链拿起来，因为我们中水母呢，我们会扣血。要是我们扣血的话呢，我们的项链就会发挥作用，它就会减少耐久度。我现在可不想减少它的耐久度，而且那个项链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42，船要沉了。这个项链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当你死掉的时候啊，它会复活，就是它会让你复活起来。好，这个船已经要爆掉了，我们要先把它放在一旁。Oh my gosh！ 哦，幸好船没有坏，讨人厌的家伙，啊，不想理他了。打到我的，没有，吓死我了。好，我们先回家，好危险哦！好久没玩 Don't Starve，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先把现在还不能够戴项链，我们先来煮一些菌毛毛，煮完之后再拿去煮，加上一个 fish stick， 不对，加上一个就是 twix， 它有几率会变成鱼汤， 50% 的几率啦。有没有看见鱼汤？我还没有做过呢，看看这一次我们的运气好不好，可不可以煮得出来。那我们先把东西丢进去，你看它会变成鱼汤，可是是 50% 的几率，只能赌运气了。我们先来吃个这个好了，把我们的血量拉回到120，然后再戴上我们的项链。有没有看见我们理智值在晚上不会降耶，超棒的，有没有？超棒的，啊，那我们先把东西采收一下。我们的农田之后也要扩增，就是鱼汤，两个鱼汤 double 鱼汤。鱼汤呢，它会补37滴血，37饥饿度，然后40滴血，20理智，非常非常的优哦。那我们先把我刚刚拿种子吧，我们先把田种一种，然后把一些东西收一收，还有一个种子。泰克星嘴巴里还有东西吗？好久没有检查你的嘴巴了，没有。泰克星的嘴巴里面没有东西。食物放进去，牙齿丢进去，干稻草代谢在身上。好，话说我已经忘记猎犬什么时间会来，哦，又是那个，带一些食物在身上好了，先吃一个，然后带一个在身上。那我们先把种子冰起来，我忘了查这个榴莲可以煮成什么东西了，榴莲汤吗？还是我有点忘记了。然后致病剂的话，我们要加一些东西进去。那我们现在要先来处理那只讨厌的东西。
过去啊，再过去啊！生气，干得好，干得好！我们要先把我们家里这附近的这些东西清干净，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要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的来。然后就在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应该很多 Bob 已经开始呈现崩溃的状态，不是？你们应该已经崩溃了好一阵子了，你们应该有发现，我身上这边就有个高脚帽。哦，原来我之前做过，难怪我就觉得我好像曾经做过的样子。你看，一个月不碰 Don't Starve， 什么都不记得了。听猪猪睡觉的声音。我们把这些东西挖起来，我们要重新种植，好吗？从头来，然后把一些东西冰起来吧，不然会消耗它们的耐久度。食物的耐久度不是很好保存，所以能保存越多越好。那顺带一提，那个叫做什么啊？坏掉了，那个叫做什么？我们来做一个，再做一个这个猎犬，摇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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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黄金哎，要晚上了，我们的船上面有，糟糕糟糕糟糕，我们的船剩49 ，Oh my gosh，Oh my gosh， 我的船呢？八个牙喽，猎犬猎犬猎犬 ，Come on， 走了走了走，38不是49，是38。更正更正，灯好，我们要去哪里？应该等一下就会转换成鲨鱼了，对不对？我们把鲨鱼稍微拉远一点好了，我讨厌鲨鱼，拉到有鳍，不要这样，我会被鳍鱼一直追。嗯，我地图怎么全开的啊？哇啊！重关电脑之后，模组刚刚全部把它全部打开，我忘了把它关起来啊。这是我好久以前的模组哎，以前玩那个那叫什么 Giants 的时候的模组还可以用哦。不行不行，我什么都不能够看，这样子有点作弊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这个模组还在哎。等一下，那我还安装了什么？它会不会有冲突啊？哇，好，我现在人在哪里？我不能再看了，不能再看了，讲好不看的，一直在看。我要下一集的时候，我要把这个模组给关掉，还有点太作弊了。那是之前好久以前在玩下雨了 ，Giants 的时候所用出来的模组。我们要在海中央，然后等它。有了有了有了，我听见他们的叫声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船剩下29，等一下鲨鱼应该就出来了，应该会在附近。28。有了吗？有了吗？27，我们随时看右上角的地图哦。出现的话，我们马上就跑。还可以再一下下，还可以再撑一下下。我不想要太近，也不想要太远。出现了，出现了，在正下方。OK nice， 他们最后还是被我引到岸上去啊。对啊，没关系，在岸上的话也比较好打。在岸上也比较好打，23。哦，他想去抓，根本就抓不熄的火，别抓啦，别抓了，我现在湿度超湿啊，我的妈呀，别抓了，别抓了。哦，我们回来了，哦，是玉米哎，玉米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煮别的东西。哦，早上了，这么快，这么快，都还没准备好哎，快进来一下下，把我们的湿度先减低好了，不然理智降的好快。Come on, come on。我们要不要丢一个东西进去，让它干得更快？哟，干得非常非常的快。身上东西湿湿的，很不好弄。玉米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一条鱼，把它变成 taco。对，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taco。可是我们需要一只鱼或者是一只鸡某某，所以我们还要再去海上吗？在那之前，我要先坐艘船，不然我会冻北掉。我的物品栏还不是干的，快点晒干好吗 ？Come on！走开！好人厌的家伙，开始干了，开始干了。好，理智，慢慢回复中。哦，掉出金币来嘞，捡起来。我们砍一点树吧，做一艘新的船。旧的船我们可以把它敲掉，回收一些资源。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砍树。是蛇，哇、哦！居然被那个东西卡住，被咬了一下。啊，我们会消耗？哎，怎么没有消耗？还是那是几率性触发，是吗？吃个这个东西好了，顺便补个饥饿度。
好像是几率性触发的。然后我们在画面中没有那个避雷针，派克星中毒了，讨厌，打雷下雨什么的，应该不会很碎的打在树上或打在这些东西上面吧？应该不会啊，赌赌看运气了，赌赌看运气。下雨天理智还可以增加，真的是太爽啦！有没有看到我理智一直不停的增加？而且我现在有两顶高脚帽啊，其实你还可以再长大一点，你也还可以再长大一点，看你好了。我们之后是不是要把旁边清一清啊？把这些家伙清一清。好，这样子够了吗？看一下哦，我们身上也有蛋，好像是够了。但是我想把这个给挖掉，一个，然后这个也挖掉，这个也挖掉。今天要在家里挖东西吗？还是我们先去海上，让我做做看新的甜点？好，这是什么？死掉了！哦，他吸派克星的血吸到死掉，太好笑了吧！拿到了蚊子囊，这是什么鬼东西？好，我们先去。东西都长出来了，这个季节是万物生长的时候。我的镰刀呢？在这里。嘿，省一点时间，省一点时间。哦，我的潮湿度，然后快点下降下来，然后我们再到海上去一下下。理智好高哦，145哎，看来就好开心哦。这个季节啊，万物生长的速度都很快，所以我们要多存一些。它卡在树里面，我们要它卡在石头里面，我们要多存一些这些东西啊，让我们之后可以用。快点，快点！还要再更多，尤其是 Twix， 我的 Twix 好少。哎，我居然没有办法做砾石，砾石家里有吗？我记得家里好像很缺石头，可是砾石的话应该还好，对不对？只不过我带，但很少在身上。对，砾石拿个一半出来好了，然后我们再做个开山刀。有了，现在已经要傍晚了。海上都是鲨，哦天哪！我左岸已经被鲨鱼全部包围了。先来做一艘船，做一艘简单的就好了吗？不，我想做一艘比较好的船呢。贝壳船吗？贝壳船需要木板，他们都是需要木板哦。好讨厌！哦，你怎么还来啊？开始攻击派克星哎。好，那我记得我们有修理的道具，对不对？我们先用修的好了，用修的话会比较便宜一点点，一点点啦。那还有一点时间才要到黄昏，我记得我们把船停在这个地方。他居然守着我的船，好可爱哦！顺便踩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去揍他。Hello， 他想上岸吗？嘿嘿，岸上是我的天地，有了。我们修个船，把船修好一点点，然后我们还有一只水母。这附近真的是天杀的危险，天杀的危险啊！哇，被砸中了，没有算好距离，没有算好距离。哇！他们来了，对不对？啊！讨人厌。过来，看我一只一只解决你们，好难打哦。有了，果然在岸上比较好处理耶。痛！要求贵，不能贪刀，一次一下。对，不能贪刀。我第一次在岸上打哎，这样好打多了。好多肉啊！我还拿到鲨鱼鳍耶，太好了，太好了！他中毒了，我们不要理他了。到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已经搞不清楚。然后我忘记关灯了，太久没有玩了，剩10%。要修，关灯，剩3%。我下次要用的时候怎么办啊？天哪，报名一定非常非常的崩溃，我都忘记怎么玩 Don't Starve。我们先回家好了，今天没有拿到鱼。倒是拿到了一个鲨鱼鳍，
我想做一个鲨鱼帽，鲨鱼帽可以增加跑速哎。来看一下鲨鱼帽怎么做哦。鲨鱼帽打 boss 的时候很有用，一个 twix 加 coconuts， 我没有 coconuts， 哑巴，先把它冰起来好了，先把它冰起来。东西长出来了吗？哦，又是另外一个，又是另外一个玉米宽杯，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拿去种，有 twix 了。家里的箱子里面还有 twix 吗？我想确认一下。派克星不药而愈，哎，有哎，84个，所以还挺多的，还挺多的。那我们再来种一些东西好了。所以下一个季节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没有问题。我们如果需要一些素材的话，这里面都有。好，太好了，我们把包包整理一下。我的那个插件果然都还在，太好了。我应该去挑一下的，不应该把所有的插件全部一口气打开。种子我们带在身上没关系。包包感觉好整齐哦。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金币，还不行，还不能够再做成金块。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哦，真的是很烦。哦，差一点被俩丢。不过该死的。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就快要到下一个季节了。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 twix 啊这些东西通通拿起来，然后稍微补个血好了。我们的血量有点偏低，稍微补个血。有没有吃的东西呢？我看一下，我本来这一次想要做环杯，看一下哦。如果我们要做吃的话，肉球加上一个随便的东西好像也可以。哦，又早上了啊！对了吼，两集就是一集 episode 了。 Alright，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干到这了，希望宝宝们会喜欢这集 episode。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在左下角个喜欢，在左上角个订阅，全面频道有戏跟着我们的动态。下一集 episode， 我们要开始把我们家里附近的东西都整理整理，然后把它们铺得好好的，让它们更有效率的生长吧。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